系沙漠颜色，系边个做嘅？师傅，我睇唔到边个出手噶，我都掂唔到啦。我哋三个解手嘅时候，突然间口心一麻，咁就边个？ 陪仔，你同蔡伯明堂、穆高峰咩关系？呢场唔关你事，做啲嘢鬼鬼祟祟，偷听我哋讲嘢。哼，平日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。如果唔系你哋话事做尽啦，使乜惊人偷听啊？啲书，穆高峰教你讲，而家穆高峰去边度？穆大侠古道异常，障碍曹强扶弱嘅，你哋学士多为。如果穆大侠而家喺度嘅。 你哋青城派一定鸡犬不宁。穆大侠，你呢个土狐仔，居然叫穆高峰做穆大侠，简直系武林一大笑话。余郡主，你青城派嘅武功都系好普通啫。 蔡伯明堂、穆大侠，真系差好远啊！我建议你哋，不如跟穆大侠拜佢为师，等佢指点你几招好过啦。好，好。你既然系穆高峰嘅门下，武功一定好高超，咁就等在下领教领教。怪叔，只怕你修为尚浅，唔系青城派掌门嘅对手。 爷爷咁难得，先有个好似你咁有驼背又英俊嘅怪叔，爷爷又点可以俾人动你一根汗毛啊？不如等爷爷代你出手啊！沧海，暗杀无辜，抢劫财物，简直系武林中嘅败类。求你为武林主持公道啊！好，既然能够得到仁兄穆大侠嘅赐教，我余茂一定舍命护君子。系。 屁股向后劈晒落颜色啦！姑娘，你唔好喊唔好喊，你手未断噶。哼，堂堂青城派嘅掌门，竟然欺负个小姑娘，我好痛啊！唉，姑娘仔，对唔住咯，我帮你睇睇你手啊！你唔好掂我啊！ 骨头已经俾你捻断咗啦！臭丫头，你中度装模作样，我师傅根本冇大力将你只手，你手点会断啊？吓！以大欺小，不知羞耻。姑娘仔，唔使惊，过嚟等师太同你睇下只手，边度痛啊？啊？哦，未断未断。哼，你哋睇下，边个话你师傅冇掂过佢只手啊？ 如果冇掂过嘅，呢几条痕边度嚟嘅？系乌龟啊！系乌龟咯！师傅，你杯仔啊！<笑>师傅，岂有此理啊！系边个指使你嘅？喂，咁大声同个姑娘仔讲嘢做咩啊？姑娘仔，你到底系咩人？你爹娘呢？ 我爹同娘亲走开咗，佢叫我乖乖哋喺度等佢。佢话好快就会有戏睇噶啦，嗰人由三个人飞出嚟，原来系青城派嘅看家本领，叫做屁股向后平沙落眼色啊！好睇啊！你爹娘叫佢咩名？正话讲嗰说话系咪佢哋教你嘅？讲啊！我问你啊！喂，余冠主，请你自重下好啲噃，你再系咁恐吓呢位姑娘仔嘅，休怪我对你唔客气啊！大丈夫行事，磊落光明。 会有边位朋友同行到过唔去嘅，就企出嚟，从头到尾，只是一个小丫头讲埋晒啲无聊说话，算咩英雄好汉？师太啊，青城派有一个来人杰，趁人家身受重伤，竟然成人之危，咁呢啲人又算唔算系好汉啊？小丫头，系边个指使你嘅？穆掌门，呢个小丫头系咪你华山派嘅人？余冠主，你唔好误会。 在下同呢位姑娘素未谋面，
哦，二林小师傅。二林，娘亲娘人要打死我啊！好痛啊！原来呢位姑娘识武功。好痛啊！姑娘仔，你点啊？二林，呢位姑娘仔唔知佢爹娘去咗边，你陪佢去揾啦，免得佢冇人照顾，留喺度会俾啲坏人欺负嘅。系师傅。呢、這个小丫头好古怪，你哋静静地跟住。系师傅。诶，个徒弟同莫高峰咧？余沧海不愧系青城派长，佢我哋如此深厚。刚才我长以为可以震开佢五只手指，点知震唔开，佢都系唔系咁易对付。你啲银两我冇本事要，今次算我做咗蚀本生意，后会有期。武六姐妹，你应承过救我爹娘嘅，你唔可以言而无信嘅。唉，我唔系咩英雄好汉，讲个嘢就算数。武六姐妹，我求你帮我救我爹娘。大恩大德，来世为奴为马，今生都未完就讲来世啦。穆前辈，我求你帮我啊！如果你肯帮我嘅，自当重重有赏，你要几多银两都有噶。真系几多都可以，真系几多都可以啊！哼，你呢个小子都唔真系假嘅，吓你父母到底何方神圣啊？同余沧海有咩过节？你唔想讲就算啦。穆老前辈，在下嘅爹。就系富贵镖局嘅林总镖头。哦，原来闻名天下林振南夫妇。咁余沧海点解会捉咗你父母呢？余沧海个狗贼，佢捉咗我爹，就系想逼佢交出我哋林家嘅七十二路辟邪剑谱。辟邪剑谱？哼！余沧海狗贼，竟然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嚟夺取林家剑谱，咁同强盗有咩分别啊？我穆高峰。最痛恨有呢种卑鄙小人。我答应你，揾姓余嘅算账。多谢穆老前辈。爹，你话大师哥未死？我自细睇到佢大，聪儿嗰啲古灵精怪嘅嘢，我仲知道得少呢。你只三马骝唔会咁容易死嘅。师傅啊，咁大师兄会喺边度咧？衡阳城咁大，都唔知佢匿埋喺边。死啦！大师兄仲身受重伤添噶。姑娘，我哋已经转咗好几条街啦。你屋企究竟住喺边啊？李师傅叫你带我出嚟揾爹娘，你竟然唔系翻我转头。姑娘，你叫咩名啊？我福姓令狐，单名一个聪字。我好好咁问你，你做咩开我玩笑？我冇同你开玩笑啊！难道只有你朋友可以叫令狐聪？而我就唔可以叫令狐冲啦咩？我唔配做令狐大哥嘅朋友，佢对我有救命大恩，但系我竟然累死佢，我好头痛唔舒服。姑娘，不如你自己去揾爹娘啦。你头痛系假嘅，你刚才听到我冒充令狐冲，个心唔舒服就真。李师傅叫你出嚟陪住我，你竟然抌低我一个唔理。万一遇上咗坏人嘅话，佢欺负我咁点算啊？连天下闻名嘅余冠主都俾你戏弄到啼笑皆非，试问仲边有人敢欺负你啊？我姓曲，名叫飞烟啊。曲姑娘，你阿爹同娘亲究竟喺边啊？我同你一齐去揾佢哋啊！你揾我爹同娘亲，你自己去揾啦，我唔去啊。点解啊？我爹同娘亲最惊俾人害死咗啦，你要去揾佢哋，除非落地府啦。吓，你父母既然已经过咗世，你点可以攞嚟开玩笑噶？咁我失陪啦。姐姐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冇人肯陪我玩噶，你可唔可以陪多我一阵啊？好啦，只要你唔再讲啲无聊嘅说话，我就陪多你一阵啦。多谢姐姐。我系出家人，你叫我姐姐。似乎唔系几好，
不如你索性不要再做尼姑，留翻长啲头发，我谂会比而家仲靓噶。我生日空门，四大皆空，点理得皮囊色相，是美是丑啊？即使你冇头发都好靓啊，难怪有人咁挂住你啦。你又乱讲乜嘢啊？姐姐啊，你俾啲天香断续交我啊，我要去救一个人啊。救一个人？系边个嚟噶？天香断续交，条庄不易，师傅有缘分。如果嗰个系坏人，系唔救得噶。姐姐啊，如果有一个人成日用啲难听嘅说话闹你师傅同行山派，咁呢个人系坏人定好人啊？咁闹我师傅同行山派，自然系坏人啦。呢个人开口埋口就话一见尼姑就倒霉，逢到必输咧。你姐姐，咩你唔想知道你梅聪嘅尸首喺边啦？你知道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。